日前7月23日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，国内 COVID-19 的疫情起源自7月27日起的疫情警戒降为2级，为了兼顾民宿调理业者的生计和消费的安全，业者以防疫准备工作完善的前提之下，遵照指引将可恢复营业。安徽的市长表示，可能视障按摩师自行预约施打疫苗的不方便，工作内容和人的密切的接触，也为了协助顺利复业，劳工局与按摩职业工会合作进行造册，办理专人疫苗施打，让视障按摩师可以得到保护力，安心上工。停业长达2.5个月，这段期间为了无造成视障按摩师的生活的困难，第一时间由劳工局受理登记收件，转劳动部确认了后咧，补助每位视障按摩师的工作津贴咧，上届悬45,000元，暂时纾解视障按摩师的生计压力。劳工局长王新基进一步表示，可能身心障碍容易受的疫情加剧，处于多重弱势的处境。劳工局专门为符合第5类职业重建相关服务的身心障碍者，包括庇护工厂、身心障碍的执行机构与身心障碍者，提供专案施打服务，以尽早提供的接近伙伴疫苗保护率。以上是大北网新闻网报道。